是陶身体剧场的艺术总监陶冶。那陶身体剧场呢，是2008年创办于北京，由我、段妮、王好三个人一起创办。陶身体剧场的一些理念呢，是我们关注在身体的运动当中。对我来讲的话，舞蹈的一个基础是身体，那身体的动，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思考发展的方向。那每个动都是在产生一些提问，然后下一刻的动是在解答上一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就不断去思辨身体运动的一个规律，找到身体给予我们的一份礼物，也像是一份功课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所有的判断、所有的思考都会介于我们的行动而存在。